美国众议院联邦共和党领袖麦卡西十一月七日表示，若众院共和党人一如预期在八日的期中选举胜选而夺回众院，他们将全面调查民主党籍总统拜登的政府，可能调查包括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新冠疫情源头等事项。法新社报道，如果共和党在期中选举获得胜利而掌控众院。 来自加州的57岁众议员麦卡西预计将取代民主党的佩洛西成为众院议长。麦卡西向 CNN 指出，确保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安全、抑制通货膨胀及削减政府开支会是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优先处理议题。他还说，大家会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边界的法案。光是今年而已，就有近200万人跨境来到美国。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费城一家酒吧外发生枪击事件，多名枪手向聚集的人群扫射，造成九人受伤。费城警察局第一副局长约翰·斯坦福在六日早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五日晚十一时左右，多名嫌犯从一辆车中走出，向人群至少开了四十枪，随后乘车逃跑。目前尚未有人被捕。 此次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九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根据非营利性机构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六日，今年美国已经发生了五百八十五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场大风暴正向南加州移动，预计降雨量可能超过五英寸，高山降雪高达二十英寸。 阵风或达每小时五十五英里，部分地区出现霜冻，恶劣天气将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九日。为应对这场风暴，气象预报员表示，从七日晚到八日晚，洛杉矶县将在洛杉矶县山脉、羚羊谷、圣克拉里塔谷、洛杉矶县和圣盖博谷地区启动洪水监测。气象局表示，在洛杉矶县最新的烧毁地区或附近。 包括 fish fire 和 root fire，可能会出现因降雨过多而造成的洪水、泥浆和泥石流。气象服务部门还同时在城县发布了洪水监测，覆盖圣安娜山脉山脊和内陆地区。洛杉矶县蒙特贝洛一户民宅邻里间，十一月六日晚发生争执，随后演变成了暴力事件，导致一人被刺死，另有三人受伤。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了位于北五街二百街区的一户民宅，将受害者用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但警方随后宣布，一名二十出头的男性受害者不治身亡。警方目前还在继续调查，并表示三名伤者似乎都与这起事件有关。 十一月六日晚，一列载有二百七十九人的列车在韩国首尔市永登浦站附近发生脱轨事故，造成三十四人受轻伤，包括五名外国人。受事故影响，七日自首班车开始至当天十六时，共有一百一十八趟列车停止运行，另有七十七趟列车调整运行区间或更变了始发站。 十一月七日，在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全球抗击干旱联盟正式启动。这一联盟的启动是为了履行2021年9月宣布的应对旱灾的全球倡议。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塞内加尔总统萨勒提出的启动全球抗击干旱联盟倡议，得到了与会各方的支持。 共计三十个国家和二十个与会组织对启动全球抗击干旱联盟的倡议表示支持。